锵锵三人行，哎，又婷啊，咱们今天就谈谈女人经啊。对啊，这应该是我的话题了啊。没错 ，shopping， 然后跟两位男，我跟你说 ，shopping 也未必是女人经。现在我发现越来越多的这个男的都爱上这个 shopping。其实男的啊，现在这个性别也是不好分了。你看很多男的是不是买起衣服来？哎呦，那个是的啊，比女人可在乎多了。我有时候会在那个香港人拜的那个佛那儿哈，你这文道说的，连干部，香港最信的佛。没错，我去旁观一些有些大陆帅哥在那试衣服，哎呦，我就看得出来这个男的计较起自己这形象来啊。哎呦，他是，你知道吗？你能进入他的内心，你在旁边看，你比如说他会觉得啊，这个裤子啊，要是瘦一点呢，是，他还能想得到啊，是不是跟他上下身的比例？有点不一样，它有点像倒三角，哎，所以呢，他希望这个裤腿再能够稍微肥一点，等于很多精微之处啊，你能察觉到，哦，他原来在乎这么一个小地方，比如他肩膀到底显不显得有比较有型，有点棱角啊，哎呀，所以现在都不男不女的了。而且还有一个现象很有趣啊，就是现在有很多电视节目啊、媒体啊是指导大家买衣服的，没错。比如说这面我发现很多人啊在教人买衣服，包括教女人买衣服配衣服的其实是男人。哎，先不讲设计师本来就主要都是男人的天下、啊、没错。包括比如说我有时候看到 BBC 有一个节目是专门教人配衣服买衣服、那个主持人就是一看就知道是个同志，就是那同志做这个节目很有好处，你知道吗？比如说他有些女人上去，他街上随便找，比如说有一些大婶啊、师奶啊、胖胖的，他说我带你买东西，然后带他 shopping， 就在教节目观众啊怎么样 shopping， 怎么样配衣服。然后你看到他能够登堂入室的跟着那个女的到了化妆间试衣室里头脱衣服啊、戴胸围啊什么，因为他是个男同志啊，大家都觉得你是羡慕这一块吗？我不羡慕到帮师奶换胸围，我不羡慕。我跟你说，他就不是男同志，现在姐妹们对露啊也是完全的都无所都这我跟你，你知道成都那个事儿吗？一个什么的产品，数码产品代言，就有那个跟选秀差不多嘛，一个一个女的出来，然后有个姑娘出来，大庭广众之下呀，一回身把拉链拉下来，再一回身夸就脱了，就这么站着，最后工作人员待了三四分钟，现场的那个摄影记者都疯了，哗就拍，然后那个工作人员赶快上去捡起他那个黑超短裙往他身上遮呀，最后发现遮得了上边遮不住下边，最后我觉得最可乐的是成都那个工作人员，那是个男的，他看遮不住，他一情急之下呀，自个儿把自个儿的衬衫脱，他脱了个光膀子给这个女孩子罩上，你说露，而且那天还那个什么呢，哎，今天报纸上还有呢，在哪儿啊，所以说婚纱现在这质量不好啊，现在一结婚不都是团婚吗，一大队一大队的人去践踏草坪嘛，就这照相嘛，结果有个新娘路上走着走着夸嗒一下掉下来了，真的咪咪就完全赤露啊，然后这个时候你像我的观察点还是在于这个男的这个新郎啊，你想他当时这个急的呀，是就全给看了，这是有他有一种，他现在得赶快脱，没错，那这个婚礼就变成一个伊甸园主题婚礼了。这个新郎最后的反应是急得哭了，哎呀，新娘没哭，他哭了，新娘没哭，新郎哭了。我认为他这种占有欲，他这个哭是不是也反映出？你看我老婆给人家对内心深处他的那种觉得这是他的财产，哎呦，就这么看呢、啊，就是哭了。那是我老婆的秘密啊又不是林志玲的，真是行，咱不咱说高雅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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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们这节目能高雅、啊、对，那个什么婷婷你哎，你现在是在哪儿买衣服？我现在买衣服，我是在网络上买衣服啊。嗯，因为刚才你说到一个点了，你看你现在去拜佛的其实不只是香港人，内地人也来了，还有一些外国的观光客、嗯、所以呢其实如果你真的在香港买衣服的话，我来香港三年了，每一年啊你太可以了解那个变化，以前我们可以得到打折的时候还有一些样品啊、还有一些东西可以买，现在没有了，连卡佛告诉你说你现在不买内地客都买光了，正价的时候他就买光了，你不用得打折的时候了，所以更不用说这香港已经对我来说不是购物天堂，所以你在网络上你透过美国的一些网站，而且美国我现在要做亚洲的生意，以前呢在网络上买美国的东西呢，它这个运费特别贵，可能它的运费跟你的物品是差不多的价钱，但它现在很多网站全部都是全球免运费，而且三天内
就可以受到。这个是我很怀疑你试怎么办？比如说我告诉你，聪明的女生是这样子，因为这些牌子都是大牌子，所以我就到连卡佛去试一下我的 size， 试完了以后说谢谢你，我再考虑一下，回家就上网订购，而且那价钱还比在香港买大概是8折左右。哎呦，你跟我们姐妹的招一样，我们这姐妹教我这招真的是，而且比你的这个还更高精尖呢。他就是叫，现在我还学会一词叫实体店，实体店就是真的开店的。对，那么他们去试，然后到试衣间用这个手机把那个衣服的货号标签拍下来，拍下来之后就是啊谢谢，你看一回家就在网上，他能找到这件衣服，就他试好了的这件衣服网上买，价钱一半，就这么便宜。你说这个东西，我自己最近刚刚开始接触这个，我买一台灯，哎，还是个进口的外国的意大利的台灯，咱们也那个腐败一下啊，就是台灯，我做证明了，这个实体店里的价钱和我最后从网上买回来的价钱就是差一半儿，一倍。你说这个也没问题啊，不是假货也不是假冒伪劣啊，这家伙。对，因为实体店必须要有店租还有人员的一个训练的成本在里面，网络上完全没有。我有朋友就在网络上卖鞋子，他一年可以赚好几个亿的人民币。我看我要开实体店以后要在试衣间装监控录像监控头。不像我从来没有这种经验，就我也帮衬过那种网络商店，但通常我是买一些实体店买不到的东西。但是你叫我去实体店试一个东西再去买，对我来讲这里面花了很多时间成本。可是这是购物的乐趣啊。你就是在这个比价当中感觉说一家家的看，然后中间你买到一个你最便宜的东西。这就是我最大的缺陷，就是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这种购物的乐趣。没错，就对我来讲，我要买一个东西，我今天去那边我决定好要买什么，我去了就得找到，找到了就得买。嗯，那是很有目标的，那是对我讲购物是一个工具，是个手段，它本身没有什么乐趣可言。但照你这个讲法，就购物本身有很多的小乐趣，是吧？就我跟你说，严重的它就跟这个毒瘾没有什么两样。没跟这个你知道吗？不是，你买东西，你比如说我今天看到一个衣服很漂亮，哎呀，但是我今天还不买，我得回家上网找到了再买，你会觉得是很有乐趣。是啊，而且他占便宜，女人最爱占便宜啊。你可以更便宜的嘛，而且他可能说你买两件以后呢，我还可以再送你第三件。这样我是买到三件，如果在实体店我只能买一件啊，那你在网络上比价到最后有第三件。而且其实网络可以让你到最后，如果你养成一个习惯或者是你的品牌是固定的话，其实你在网络上是更直接的，就可以照你说的，你直接因为你打出来它就是跳到你要的东西啊，你不需要在一家家店找说我一双黑色皮鞋到底在哪里，然后我再试穿，不用，你就直接把那个牌子型号你的脚号我跟你说吧，它就跳出来了。我老实讲，我有几次在这个北京去商店里买东西的这个经验，当然不能代表全部的服务业啊，但就我个人的经验大都受骗上当。都是为什么？我你说我现在厌世呢？就是没啊，你实体店的好处是什么？厌世就是买东西给人骗。对，我现在不想活了，非常悲观厌世。你看，你去买个东西，对吧？你我在节目里都讲过这个故事。你实体店怎么样？你以为他服务好？什么他给你退，他给你三包？扯吧，没有这回事。最后弄得你烦死了，反倒是你就在网上买一个。我以为有赌博的性质嘛，谁知道是好是坏？但是到现在为止，因为他这个网店呢。也必须要讲信誉，你明白这道理吗？他要不讲的话，他根本就没有支撑啊。而且通常的网店现在也是担心客人会担心说我不能换，或者是我鞋子试了没有实际试不知道大小，所以现在大部分都有，在台湾甚至有30天包退换免费的，只要你的标签没有拆，你回家试了脚不适合，你只要打个电话，他人到你家把你的鞋子拿回去再退一个新的给你。你所以你知道现在为什么风险投资哗哗的都往这些这个团购网站呢、啊、或者这个购物网，哎，不，当然啊，是我跟你说，文道，它不光是一个时尚爱好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这个《中国青年报》不是出了一篇报道，人民网都用了嘛，大标题就说这些年除了工资没涨，还有什么不涨？今年的年度汉字呼之欲出，就是一个涨啊，就是一个涨字，涨到一个什么程度？我们可以看看一些图片，这个导演给我们的一些在网上找到的这些年的这个数字，你看啊，100块钱。15.5公升93号汽油，现在的这价钱你再看，100块钱只是一袋50斤装的面粉，你再看下面，100块钱2张半电影票啊，还看微情谍战呢啊，还就100块钱半个月电话费，你这就说它已经到了一个基本生活必需品的
这种阶段了呀。现在不是说买什么名牌衣服，他们深圳的这个师奶们，现在你到罗湖这个号称全球最大的出入境的关口，好家伙，那帮人都是大包小包啊。他当年曾经是什么呢？香港的这些师奶，是香港这些师奶贪便宜货，到罗湖那边，到深圳去买那些洗衣粉呐、啊，什么纸巾呐、啊，什么一些很基本的。现在反过来了，因为人民币的这个什么升值还是贬值的问题，你知道吗？整个现在是深圳的跑到香港来买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对，我还碰过一条新闻，就是说老人家，以前香港的老人家退休之后，拿着一笔香港退休金到深圳去养老，他觉得这下半辈子在那很舒服，因为物价便宜。但是最近发生，全部的老人家都要回来了，因为深圳的这个住的房屋啊，或者是这个养老的津贴什么都升了，所以他干脆回香港养老。所以这是一个很让人没有想到的现象。没错，你看我这还有具体数据，现在这个盐，吃的这个盐，在深圳卖2块钱一包的盐，香港超市卖1.1港币，折合人民币才9毛多。红富士苹果啊，深圳是12块钱一公斤，平均一个都要4块钱。同样大小的苹果，在香港10港币能买4个。你知道现在他们也说是写诗嘛，说这个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我们俩一起出去，我去买苹果4袋。你去买4袋苹果。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我当然承认我不是最穷的人，对吧？但我也离富人也还远远得很，所以我一样就拜金嘛，对吗？但是我跟你讲，咱们就说很难感同身受。现在这个要是80后90后，就是工资拿这么几千块钱，最多10000块钱都算很高的，他们怎么过？在现在这个生活必需品涨势如此惊人的情况下，你知道发明了很多生活技巧，就跟那个什么洪水大灾地震要来，它采用很多生活技巧，网上你去看吧，怎么样？比如说用30块钱过什么多少天，哎呦，就是每一件东西，我就发现真的就像文道说的那样，可能啊你会觉得特别的麻烦，你会觉得特别的你像那天我去百货商店买东西，就有一个年轻人在旁边等着我，他给我要，他说哎先生，你买好了，对，他说你能把你那个票，他百货公司啊会给我一个乱七八糟我也不知道是个什么券，他说那个你要吗？因为我肯定就不要嘛，他能给我吗？我就给他。你知道他收集够了之后，他就能去换一个什么东西。哎呦，这种招啊，就是包括买这个火车票，比方说他们说这个上海到杭州还是到哪儿啊，你不要买这个高铁的，因为你到售票窗口你一买，那个售票员直接就给你高铁，高铁100多块钱，对吧？他说你不要买高铁，但是呢你买那个花比如说20-30块钱买一张那个这个叫高，不是高铁但是也是快车，然后呢上车再补票，那这样总共花起来大概30多块钱，你就能够到另一个城市。你看这种招。对，我有朋友教我说，我们如果要到深圳的话，其实你可以在上水再先下车，然后呢再重新入站一次，这比你直接从红磡住到这个深圳的这个钱，直通的钱也又便宜一些了。其实很多人会在网络上这样，而台湾现在在周年庆，所谓的周年庆在百货公司大打折的时候呢，就是会有所谓的买1000送100的这种礼券，所以呢怎么办？我可能买不到10000块钱，那我就邀你，大家一起买完以后再把这个礼券再分出去，所以大家可以会想很多办法去。这算团购吗？算一种团购，甚至是说很多百货公司因为要促销化妆品也就是这样，一次就要买个10罐5罐的，但我一个人怎么没这么大的脸，那我就是买下来用便宜的价钱买下来，在这个价钱除以10罐以后我再分手出去，甚至呢有些人更厉害，我再把这一罐的价钱提高一些些我再分手出去，那这样他也赚到钱，那你买的人其实也相对于比在店面买更加便宜，所以太多这中间可以省钱的办法。这个你知道现在就他这个团购，反正我不知道在台湾怎么样，我们组里跟我说在大陆都疯了，对，这个团购有时候你去一个餐厅是吧，桌桌都是一样的菜，每桌全是团购的啊，你比如说吃饭也有团购，你比如说你吃这4菜1汤对吧，当然你自己就不能点菜了，反正就是吃这个，这是套餐，比如说4菜1汤，比如说100块钱，你通过团购去，你在网上用那个团购网站嘛，现在很多团购网站，你在团购网站上你办好了登记啊什么，你就拿着那个去，那服务员一看说哎，一看就是你就团购，好像到那儿坐着吧，哎，可是你可能有50块钱就能吃同样的东西啊，可是问题是餐厅的套餐的概念本来就是一种团购概念，
你了解我意思吗？我知道，我知道。比如说你去吃饭，比如说中午的那种什么商务套餐啊，晚上的什么家庭套餐，它本来就这个是团购概念。就你在菜单上，网络上就先把量决定好啊。对，没错。就是它从本来，就是它是更现在比原来那个团购更团购。对。就原来那个团购就是它还等你到了之后才说在团中团。团外有团。不过我觉得有意思的是，这种刚刚我们讲这么多的技巧啊，或什么，这都是好像很理性的一个行为，就我们想获取一个最大的利益。嗯。对。但我常常觉得，在这种经济消费或者工作的过程里面，我们有很多非理性的。很感性的东西，是是是。这感性的东西是什么呢？通货膨胀啊，如果太快的时候啊，它为什么人民会抱怨的那么厉害？除了说实际上这个工资跟不上之外，还有一个理由，就心理感受不好。是，就你常常会觉得这个苹果，比如说去年我买的时候是十块钱给我十二个，今年是十块钱一个的话，假设是这么离谱的话，你会有个特别强的感觉，觉得这个东西不值。嗯，对。但你想想看，这个不值这个观念是很好玩的。什么叫值呢？它这个市场价格决定的吧？市场决定价格，那没有什么值不值，对不对？但是问题是你为什么现在觉得这个苹果不值呢？就人根深蒂固啊，是有一种违反经济的直觉的。就经济告诉我们，任何东西的价格，这个杯子多少钱是市场决定，多人买吗？它就贵吧。但是人总会有种感觉，觉得一个东西有它内在的价值。就你本来该值多少，没错，我会有这个判断。所以同样的打工仔，包括我跟你说，包括对人，我们都有这个衡量。比如说你这个明星，对吧？你拿这么多的钱，我们也觉得呢你不值，没错。但我们觉得好像你似乎有一种类似于本质，你的底子。你比如说王菲，对吧？2500块钱门票，我们觉得行，对吧？你要是窦文涛。2500块门票，别250块钱门票，我回家去吧。真的就是250，你真的就250。所以你那天文涛老跟我讲嘛，他说他拜金嘛，对我拜金，我就想，我就其实这不叫拜金。有时候，比如说像我注意到最近不是什么中国作家富豪榜啊，对对对什么这些事儿，我在看那些作家，我老说他们赚钱其实并不多。这个意思指的是跟他的名气相衡量，比如像倪匡跟他的这个媳妇儿周慧敏。倪匡写本书，不是他的媳妇儿，他的儿媳妇儿、他儿媳妇儿，对，像他是他媳妇儿就好了，是吧？对对。像倪匡写本书，可能比如说花2-3个月功夫写本小说出来，赚那个钱，那是他儿媳妇呢，出场一个什么场面？2小时就赚回来的钱。没错，这公公看着恨死了，恨死了。就是值是什么概念呢？在这个打工仔身上也有了，就比如说你去跟公司计较，或者你接了一个什么活动，你跟人家计算这个价钱得怎么样怎么样，很多人就会批评，哎呀，窦文涛那么爱钱啊，没想到这么不清高，这么计较。其实这时候有时候计较的不是钱，计较的是钱所代表的一种对自己的衡量。就比如说我给你干了这个事儿，那这个事儿是应当给我什么东西？对，那个钱反而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应当的问题。你懂我意思吧？就假设今天我如果免费的、义务的去慈善的，比如说像你慈善的去出席一个什么活动，那他们应当至少给你杯水喝，连水都没有，你也许就不高兴了，是不是？对对对对对，就我的底线嘛，总得有杯水嘛。所以这样分析下来，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咱们又婷在法国还有血拼经验呢。对，才刚从法国回来。我有朋友这个要去爱马仕买一个铂金包，但是我们从早上10:30一开门就那边等，等了以后一进去呢，就是求爷爷告奶奶请他就是买一个铂金包给我们，他就说不行，今年秋冬的这个定制款呢已经卖完了，然后呢我们就是等春夏。那春夏请问一下什么时候可以来呢？不知道，你可能3月来、4月来、5月来，我没有办法告诉你。那我朋友就买不到，我跟他讲说，小姐你那么有钱，你在香港买，你在台湾买，其实你是买得到的，你就花这个钱吧。不行，他就觉得我一定要在巴黎买。对，我一定要在巴黎买。而且我说这个店员对你就是这么冷酷，你也没有买到你的尊严，你不是 VIP 的感觉，但他还是要。所以我们就说最近有个就是这种所谓自虐的消费者的心理学，就是越让你越难得到，你反而会买越多，让你大排长龙的去买 LV 买 Cartier， 你进去反而消费的更快。我听着啊，这是消费心理学，也是爱情心理学一样的，就是所以他们说啊，爱情都不是永恒的，
占有欲是永恒的，你就挑动这个人的占有欲，比如说哎让他得不到，让他得不到啊，你像这个英文里有一个那个词儿啊，叫什么爱恨游戏啊什么什么的，就是这样吗？哎，一觉得没有了我又想要啊，欲擒故纵，欲擒故纵，欲取什么先给啊什么的，就这些。而且我跟你说，现在心理学已经有研究了，咱们买东西的时候啊，最后那一刹那的决定在你的大脑里哈是非理性的部分决定的，是，就是包括人生的很多啊，你开始想这么多理由，想那么理由，哪怕是再理性的人，在你大脑上接上电极，就发现了最后这一哆嗦，就最后说，哎呀，今天就买了吧，这一下是一个冲动，是一个直觉。你想想，你买衣服，如果你当时你就不买了，第二天去，你可能感觉都不在。没错，所以呢，为什么我刚刚讲这个非理性的部分，有时候跟应当啊。道德啊，甚至它是个价值判断的问题。比如说为什么有时候你在一个店里面你买东西会买多了呢？有很多理由，有时候只是因为你觉得那个店辛苦，他伺候了你半天，对你态度，觉得你自己好辛苦，你亏欠他，或者你自己好辛苦，试了几十件那所以你就必须要补偿这个被亏欠的这个感觉。不过你刚刚讲那个名店的消费经验我觉得很有趣，你可以看得出名店的不同的定位，像 LV 爱马仕，它已经到达这种情况，大众欢迎都知道的时候，它可以虐待顾客。但是有一些名店呢，它是很奇怪，它相反。